就两个人。抬走，谢谢骨头溃卷的办卡，兄弟们看得过瘾的话可以卡个牌子啊，兄弟们，一张办卡即可获取主播粉丝勋章，加入咱们粉丝团啊，咱们在站外观看直播的小伙伴们也可以点个关注哦，或者下个斗鱼，主播在斗鱼直播。斗鱼搜索海岛美男子老大仙就可以了，如果你觉得太难收了就直接收老大仙吧。微信电竞发弹幕，主播是看不见的，可以互动的，想互动的来斗鱼啊。我昨天哪里旷工了？我昨天只不过迟到了而已。直播间谁不知道我是美男啊？真是。毕竟什么样的主播什么样的水友，什么？一个糟老头子，活着不好啊！都没想打你，你非要打我，真的是。吓我一跳。狗杂，
玩的就是心跳，玩的就是窒息。狗砸在手，下一句，上联狗砸在手，下联，兄弟们，自己想。横批，脑袋闲。去换辆车吧，然后我们再去上城区、下城区搞一下。妈了个巴子，抢我人头！丢！欢迎邢大大，个糟老头子，坏得很，老是想抢我的人头，老是想着不劳而获。谁杀人机啊？我又不杀人机，留着给你们杀，留着给兄弟们杀。跑了一个，很难受。这里没人，我们去上城区。上城区搞波事情。
天的腿毛雪人了，你在开玩笑？真的是，今天要是有十个新的小伙伴送办卡卡粉丝牌子，我就再加一级。当次老六送十张办卡，我像是那种会因为十张办卡当老六的人。开什么玩笑？我的六倍太稳了，兄弟们，导致我平时都不喜欢打六倍。跟无后坐力一样，你说丸子有什么意思？这个山上好像有人的，这个圈我们可以去那个假设库。放屁，我他喵的从来都是认赌服输，好吧。假设库就可以去把它 rush 一下。感觉那个房区会有人，静静的等待鱼儿上钩。这把如果我不吃鸡，算了，当我没说。不要装杯啊，装杯刀雷劈。等一下又装杯又暴毙，真的是装个锤子呗。不装备，不装备，低调一点。
如果这个圈刷在我这里，并且天命，如果我不吃鸡，怒拔五根腿毛，一根一根的拔下来。如果这个圈我不是天命圈，那就当我什么都没说。这个圈你别说，还有概率真的是刷我这里，他可能一直往左下切也不是不可能。他如果往右边切就有点麻烦了，就有点难尬了吧。我就说吧，这个圈不可能往我这刷的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去站点去。脖子不好吗？哇他妈糊了呀，西吧，操你大爷。十四不能八杀，谢谢感觉你们傻傻的两张半卡。哇我好难受啊兄弟们，山上他喵的还有人，我真是醉了呀。嗯，十点了，我们带妹去吧。谢谢角九仙的半卡，咱们今天单试到这啊，我们带妹妹去，找妹妹玩去。哎，来人了，有麦吗？能说话吗？哎，我再打一把单试吧兄弟们，我很难受，我再来一把单试。狙我的那个是把大狙，大狙在对面，山上是没有人的，真是醉了。
谢谢医生，谢谢医生哥的心心相印。你已进入一级，再来一把单四啊，兄弟们！加油，特种兵！再来一把单四，这把打完单四，我们就带妹去。靠，真的是，谢谢。谢秀才，谢秀才的马车，谢谢秀才，秀才大气 ，thank you。谢秀才的珍珠马车，那个狙又不是那个狙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那个狙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后面才来的。你说这一对粉色玛莎，这一对是不是欠打？非要追着我干什么？好了吧，全死了，真的是。谢医生哥的心心相印。兄弟们，跟我一起送。妈的，就是这伤害延迟，我操你的，真服的这伤害延迟。留一手，你奶奶的，老他妈给我搞伤害延迟，不伤害延迟你们都得死。Hello。Hello。美男子，你好。你好。有麦吗？不是啊，小哥长得还挺帅的。不是他吧？是吧？这是图像吧？哦，那好吧。妈的，骗人。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哦，那好吧。这刀好像很帅吧？怎么？他是说谁头像啊？啊，好了，今天单四到这啊，我们带妹了。喝点水。带妹思西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。太忙了，咱们打架。
又转场又这那的，待会儿又是打王者了更新。我的 iPad 充电，一会儿跟紧我好吧？好好好，我给你见识一下什么叫做身法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啊？到下路。我调个风水好一点。还好，就是没怎么。太帅了，真美，二号真美。二号，二号说话呀，二号，真美。别叫我二号，我有名字的。哎，美男子。哎呀，这又是表哥啊。二号，你是哪里的？跳哪里啊？你跳 K 城啊？这么狗啊？这不是狗，这风水好啊，不懂事啊你啊，跳 M 城嘛。本来我还想着你会跳新世纪第一代，我是钢枪的。什么啊？这风水不好啊？妈的！连啊？他是钢枪。小郭要钢枪。小郭先等一等嘛。一会儿带你干了，不是说好的看你升华，你到这里又没人，怎么看你升华？一会儿啊，有人的时候给你看升华。看这个口音真的是醉了。我去哪儿啊？你去收装备啊？去哪里？要不然你就跟着我走，跟着我走，收我后面的物资。好的，二号哪里的？你是不是广西的？你差不多吧。你是不是啊？差不多啊，差不多。哦，你是广东的。干嘛不说话？那不是差太多了吗？两广一家亲，你不知道吗？这不是吧？这个他们说。那你是哪里的？你讲句粤语听一听。你让我想，我就想，本美男多没面子啊！他是广西的。嗯。纯正的味儿。笑不活了。哦，香。我可以走了。我可以出发了。走啦。要去哪儿？看气号表演他的升华。你等一下嘛，至少让我能扛重一点。妈的，一头一脚。再等一会，狂发赛都凉了吧？妈的，一会我这个妈升华没秀起来，被人干了一枪，我直接倒了。让我收一下。OK 的，走吧，妈的，没得走，走吧，先收吧，我去接三号，我给他搞一个，找辆车过来呀。知道了。表妹，一号，你前面有没有那个车呀、啊？我这只有摩托。那我去开那个蹦蹦车算了。对呀。我今天晚上就是表妹是吗？现在叫我今天晚上已经是两个人。走。都叫我表妹。表哥，看这个摩托车好不好啊？左边。
左边有烧西公头，寻尸洗地，看见没有？看见了。去抢他的，那是我们的公头。OK 啊。小哥，你能不能坐到旁边去啊？这个不是很稳啊。OK。新世基地。OK， 新世基地。小哥，没人，没人，没人，不可能有人的，你就直接过去好了。我去拿车。直接往右边走啊，右边有车的。很快，就都慢点。这个走完不够啊。别急。这里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有车。八个。有辆送死去了吧？有辆蹦蹦车。哎呀，表哥，这很闷啊。哇，你怎么不给我变一个？给你变。给他变一个。你要跟我同款的，还是要蓝色的？蓝色的。哈哈哈。表哥，你怎么这么猛啊？你怎么不早说啊？你又没问。那我现在问了。正情况，两个烧空。老表，你行不行？不行的话，让我来开。我准备好了。停卫星楼，去卫星楼。OK。表妹，你们小心哦，过来，他们那边两个队的。这个没弹夹，我在你后面。有人，在隔壁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开。别去！别去！我扔了。洗完了。他有大虚哦，要不要大虚？要。在那边，在外面那个烧西公斗那里。你竟然可以听得懂，不愧是表妹。我没有大包哎。你过来呀，我给你。这有呀。我需要侧边镜。信号弹，打完了。信号枪。在外面。不是打了两个空投。刚刚我们来的时候，一个刚下来来着。有个在我们。这几个包里都没有大包。来，我给你个急救标，地线。我给你。这里。我这里有物资。急救标。缺物资就找我啊，我有就给你啊，表妹。嗯。这里有烧西空投。标记了一处空投。谢谢。还有这个，不是给你的。烧西空投啊，烧西空投。我去。有那个马国兰。马。我来。马国兰标的这个吧，是的不？有车来了！表哥呀，我没了，表哥。
牛逼啊！牛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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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解完了，解完了！好厉害！但是我没了。哎呦，变魔！怎么样？摸不摸？我摸不摸？摸摸摸摸摸！我呢？还行吧。来，前一种。我要不自雷吧？我都没有保护好你，我都没有给你架好枪。你们吃鸡就行。小哥，你好暖，小哥。难受。不过表妹你的壳子还挺可以的。笑不活了。他们有没有猛男枪？没看到。小哥、啊，你有没有看到、啊？小哥，他们有狗杀吧？被我选了。啊，好的呢。你要的话就给你。啊，没事啊。不要啊，不要就算了。要。好，不要。小哥对男人还挺冷淡的呀，表哥。都问你要不要狗啥，你刚刚又不要。啊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。你一下要一下，到底要不要？不要就不给了，真的不要了，真的不要，不要。那就不给了。本来我都想，我都丢地上等你过来选了都。啊，没事没事，我打不惯狗啥，打不惯。另一个操控是什么？没看见呀、啊！白嫖你话，白嫖你事还这么多。哎呀，我明天还不准备播，跟播。收了，收了。嗯。过会儿就恢复。好多了，花露蜜，花露蜜种的还要好多，好很多。OK OK OK OK。这得慢慢。多得多得多得多，不能急。你们要吃鸡哟，要不然对不起我哟。吃鸡可以的，吃鸡是不可能吃鸡的，只能吃吃吸屁股。钢枪钢不够啊！做男人要自信点啊！男人不能说不行。我又没说我不行。你不够行，那就吃鸡，好吧？看看，看看看。啊，不过啊，你问一下，你问他，我是不是魅力很大，是不是很有魅力？这是。花露蜜，花露蜜，过桥。自信的男人最有魅力，这把肯定能。自信的男人，那不是普信男啊！啊，他妈的！真是妈的！大无语啊，大无语！妈，没毛病啊，没毛病。无语了。表哥的逻辑是在线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自信被人说成普信男啊？耶耶喂，我今天碰到 yes 了，今天这么尴尬。哎呦天哪！但是他是开着车的，然后我跟我爸开车，他不行，就是就干等了他。嗯。但是他已经看到了我的眼睛，我要刀他。这怎么了？他很正常呀。没人，没人，我是你没人。啊、哦，有色有色，哎，有色，哇哇，看表哥，还想跟你打，我这里有物资。表哥你好猛啊，表哥。表哥我有油，厉害。OK OK。啊，金马。就一辆金马就把你们给征服了，真的是。前方有危险。左边，左边。
了解一下，我们去了解一下。OK， 了解是吗？好像在前面那个哦，没有。前方有危险！不要停，不要停，他在上面，不要停，走，在哪里？走，假结构是不是？前方有危险！他，这是一个前吗？吓死我了！真敢停啊！为什么不敢停？小心哦，小心还有赢。好的。还有两个空投哎，啊不是，看错了。谁敲的雷？我。他好像赢不多哦，两个，还有一个在哪？都在上面，都在下面。对，丢不到呀。指了，我牛啊！我去填一手操空，可以，我给你下先。OK， 这里有大西域表妹，还有标配信。我不打狙。还有三级头，哦，三级头是快的。大西子弹帮我捡一下，帮我捡一下。还有三西小哦，表妹。OK。快了一点点的三西小。我这里有物资。25发，可以吧？马格哪吧？对。OK， 我上来了。下来了。啊？哎？我在下面。哦。守吧。马上。Chodomade。你的快破。Chodomade 是什么意思啊？懂。这把必死星。好。这把我就直接我狙很准。我加油。学校有人。前方有危险。在那个游泳馆左边。OK。哎，你别下去。你卡了，我就没事。我刚也看你卡。来错了。走了，走在前面停了。小心我表妹。别卡在这里！秀！本王！快！扔雷了！丢雷了！没事，炸不到。喂，好多雷哦！圆管的救起来了。别上去。在上面。
丢。没事。他会继续丢雷的。没事没事。我靠！我靠！我操！这是什么鬼啊？他怎么这么多啊？他妈的怎么这么多雷啊？他怎么这么多雷啊？他不是丢了好多雷了，还有这么多啊？啊！不回皇冠二，难受。香菇，难受。香菇，香菇，香菇。哭得我眼泪都没有了，眼泪都干了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。加油，特种兵！当初我跟你约定，你一定打。我现在好像得出个啥来着？承诺至今，一语已化词。结婚第二天，愣了，整了半天，你是个哥吧？妈了个巴子的！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哪这么多雷呀、啊！我擦嘞！跳哪里啊？你们老是说巧克力兔子有多功夫都行啊，跳坡城Go go go, let's go Rush B Rush B 啊，你们不，你俩是啥段位啊？就是那个刚才那个游戏。兄弟们，你们都要上班上到几号啊？上到几号然后休息啊？他也是钻石啊。他是钻石吗？对，我钻石四，他钻石五。他没玩儿，他郭靖又没玩儿。这边刚更新，这边那么说来着。哎，这下面不是？不是啊，我说这个、哦、我们的朋友。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太神！两队，我靠！不是太阳吗？他就是、啊。有一队，有两队。啊、我还要说，你说我。快躲离！快躲离！快躲离！他们有几个去那个车库了。啊，偷车！中段也有人，中间也有人。中间那几个。厨房楼都有人。欧巴，欧巴，表哥不要死！他这走了呢？车库两个。来了！救命！救命！救救本王！还没走。射里面，射里面，表哥，我射你。Nice， 我带他。爆我菊花，这个招到都是。我要药，点么？没有，我没有。要站过来，给你化解。小心哦，还有一个人的，还有一个人。我给你这个。OK OK。我这来人了。哎，忘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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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走。枪不会丢。你们先去，我打个药先。OK。来了。跟他来一波秦王闹钟。你咋这么远？你跑，你离我们太远了。漂亮。还有人吗？目前是他一个。我补了。这里有两个三倍性。我这里有物资。啊，不是你们前面说的啥？我说。啊。你俩都是什么段位？啊？什么段位？王者什么段位？现在对放十啊，刚更新二师兄、那个、我没配件了，我这里有物资，对，都掉了，我之前才钻石二，哦，钻石啊，现在掉到钻石五了，然后打了那么几局，打上了钻石四。钻石很厉害吗，兄弟们？黄金这样子，一个没到。嗯。啊，结果上去一看。主要是我自己不敢打排位。啊。我很害怕。像我们也有害怕的时候。我那个，你知道吗？王者里边的人。这里有一把膝盖，表哥。我这里有物资，都特别能骂人，你知道吗？膝盖。嗯嗯。被骂的呀。刷到过。你被骂了。而且他们骂人。为什么要骂你？他们说我菜，说我下饭，说我什么，什么闪现过去送，什么就这些。职业演技。这么难听啊！比这个难听的多了去了，然后。就昨天晚上我打了一把，然后我就闪现了，我着急救他，他死，说我啊，你个安琪拉闪现过去送，你是不是有毛病？你是不是有病？什么什么？然后我们我这里有物资，几个他们就看不下去了，就说啊，你自己也没打得特别厉害，你就说别人，然后他们就说管好你自己，然后他就一直骂，哎呦我的妈，他们就对骂。我全程没说话，有没有车啊？我找不到车。我只有这个。啊？没事，走。我多个三倍要不要？三倍。我这里有物资。要。帮我带一下。嗯。我记得他们骂人特别恶心，而且特别难听。我记得我玩的时候我被禁言了。我反正被骂过好多次，我都不敢玩王者。没事啊，开始的时候屏蔽一下就好了。但是现在有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我骂人。来车了。OK。上哪？我不漏了。起号。隧道这边好像是。Three。他在。完了。咋了？过来了。哦。还有一个。哎呀！强补了一个。我看到了。他们还剩三个。他们好像在对救队友吧。
们在顶包。啊啊！表哥，表妹，你小心点哦，不要松太闲。嗯。他让我别冲太前。我，你这妥妥的呀。Nice 啊！不，怎么？他死了。哎呀！时间线，我在你后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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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进来，进来。别动，别动！他妈了个巴子的！他妈的！嗯，好难受啊！我擦的！补了好了，就剩这一个了。难受，还打不打？我不打了。不打了。我不打了。嗯。嗯。不打，换一队，换一队解毒，兄弟们。可能是这两个妹妹有毒，换一队，换一队，兄弟们。妹妹有毒，咱是吃不了鸡的。Hello Hello。有麦有麦。好，那就开了。嗯，怎么的？你们懂什么？想吃鸡讲究缘分，知道吧？你已进入缘分大了，他自然而然他就吃鸡了。为什么会有直升机的声音啊？诶？这是谁放的烟花吗？这是？哦，哇塞！飞机的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，请准备。这已经流了一地了，赶紧撕一条辣条子就投降。为什么四号一个人在里面，我们在外面呢？他没回吧？啊？嗯？好神奇啊！他想坐大飞机。还可以这样的？嗯，可以。为什么二号是男是女都不显示呢？啊，对哦。啊。男的。为什么那里不显示的？对啊。我这里显示啊。啊，我。右边屁股后面有人，有一对哦。哦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哦，有一对哦。哎，他讲话跟我一样的，有一个窝。有一对窝。有一对窝。他们可能要偷车，偷车贼。偷车呀，偷车，偷车，把他们留下。你这单干了，老表，老表，不要偷偷。贴脸了，贴脸了，贴脸了。哇，你们贴啊！我手枪，手枪，等一等。没有枪啊。手枪也是枪呀，幺六。这个楼幺六，我是几号？
然后搁下边呢？他们在哪儿啊？没看到啊。在哪？兄弟，不要追我了，我没有集资糖浆。搁哪呢？我看到了。带着我的幺六来。这里有一把幺六啊，这里。前方有危险。不，那里面有人，这里有。哦。来，倒一个。我来了。你给我点子弹。给你，我给你来。对，等我们去打他。打他。我没子弹了。在哪？你没子弹了。你没子弹了。我来了。给我一把枪，表妹。有妹。表哥，我出来了哦。表哥。哦，不是表哥。好，看到了，在那个阳台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哦，他往这里走了。这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走四号那里去了，四号他去你那。就一个吗？不止吧。我去，上面还扶了一个。我去。上面还扶了一个。跳下来了。往后面有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几级的。啊！你把我的门关上了，你让我进去。点魔星来，快进来。给你开门，哦、门关了，快进来，到这边来，到我这边来。来了，我就差一个头，我就进去了，然后他们过去了，门关了。啊，笑死了！但我手好滑呀。你要幺六吗？我把幺六给你。哦，你有幺六。他扒了我的。打点药。洗完了。这里有六倍，点魔六倍信。来了。谢谢小龟。我要换他的衣服。啊哈。包都没看到就捡了好多东西，包呢？你那边有个三级包，刚我看到。表弟，你过来，小表弟，我给你个喜袖标。来，我这里有物资。谢谢。哎，二号他怎么跑了？对呀，他死了呀。他不是你们朋友啊，他不等你啊。刚认识，我还以为你们是朋友呢。朋友。厉害啊！朋友一生一起走，那些一直不在。你捡到 UMP 了吗？没有呢。一句话，我要一个二西西，有没有二西西？没有，没看到。有车来了！这里，表妹，这里。哦，我去，看到你。山顶。他们在对面吗？是的不，山顶哦。小心他们要送你们了。他过来了，开车了。你们小心点哦。哇。天哪。保护好自己。
我已经先走了。欢迎小豆儿。加油啊，他们来了。完了。先趴下。哦，我看到他了。倒一个，倒一个。表妹，你往左边跑，往左边跑，往这边跑，快！标记了一处地点，快跑！你们往后面跑，我才可以给你们下乡，要不然我下不了哦。哪几个有啊？能躲吗？我去拉你。我都跟你想了，让你。他就在我旁边。倒三个，倒三个，我去拉你。他们那里倒三个。哇，他就在我里面，在这房子里面打药呢。来了。他进去了。先救援，先救援，先救援。我救，我救，我救。我救他就在这个房子里面。有没有炉呀？没有，掉了。去干了，可以不表弟？你去吧。这里有个六倍镜，你要吗？妈了个巴子！我打倒那个逼是不是被救起来了？我擦的，我没人头啊！打了那么久，站起来一次了。看到我的武器了，UMP 呢？好像都没有。走吧。快走吧，别等下山上又来一队哦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呀，这里好凶。这个好像是学校的吧？我也是。没有没有。一号走了，你还收什么？一号走了吗？我没有捡到二七线，我没捡到二七线。我也没有二七线。我捡到别人那个快的二七线，快了一半的吧。我连那个快了一半都没有。M M P 都没捡到。我也没看到呀。妈了个巴子，我就说妹妹怎么不理我了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有飞机，我们去显功岛。
落了。哎，这里洗了好多银哦。记了一处地点，机箱给你们，快选，选完走了。有车，快走！车在马路这边。我看到了对面。上车，倒两个，走。开炮！还没看到人呢。走完了，走完了。香哦，香香点标，香香。哎，有人烧工，有人烧工。外面有烧气工头。好的，他们没有二级甲吗？有啊，里面有三级甲的不？在水里面。啊、是吗？我去捡。水里面。来来来，来来来。都坏了一半了。坏了一半，有点没有好。在里面，在里面。在里面，在里面。捡到了，捡到了！哇塞，头三甲了！抢不抢烧尸公道啊，表妹？都可以的，有你在，我们都可以的，对不对，科技？是。有我在，怎么就都可以讲这种话？因为你可以灭掉他们。我很菜的，主要是我们配合的不错，配合的好。对，这里好像有人。对对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这个房子。没有，在前面吧。看一下灯上啊，是不是这个位置？有人，有人。楼上有营，这个房，前方有危险，给个雷呀！倒一个，哎，有个被炸倒了，啊，被雷炸倒了，是的不？有个沙男。我们有一个标记了一处地点，那我们去打他。没了，死完了。补的补的。没有没有，还有。哦，听到声音了。又来一队啊！嗯，我进去打个药。哇，谁扔的？对面，对面。
标记了一处地点。细的吗？楼顶。解完了，解完了。在楼顶的死了。狗啥要不要？这里有马格兰，表妹，马格兰。有狗啥了？不要马格兰，哎，把马格兰的子弹藏起来。你们都不打虚、啊？好坏，不打。你打吗，狗狗？嗯。算了吧，不打了。NG3我，你不打 NG3，哦，打了。那要不打一把虚吧？我打把虚，鸡蛋在哪里呀、啊，表妹？哦，在这个屋子里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有没有六倍信啊？六倍信有没有啊？这里有那个包里有、啊。标记了击败敌人的箱子。八倍好像都有。哦 ，OK OK， 够了。哦，这个这里有这个车可以开。走吧。熟。打一把马国兰，狙神，欢迎国兵哥。光头又来了，这有人吧？标出地点。哎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看看这个房子有没有？换个 J 吧，换个 J。哎，这个油不多，我们还是开这个吧。左边没有人，空投落了，看这有没有人捡空。打个油枪，油枪，好，那你打吧。还有没有油啊，表妹？加着呢。哎，剩18个人都不知道躲哪里去了吧？监狱吗？哦，这里会不会有人？没有。哎，我发现我每次打这一个地方都能出来。前面有光头。哎，这里可能有人吗？你们要不要点功德啊？可以舔，好像是假还是有那个大爆哦。我用狗砸就好了。肯定又刷圈了，这么小一个圈，还有18个。我们要不去仙域吧？我们看看前面小西库有没有赢。
这个车刚被人换了，我想想。起吧，起吧，十五个，剩下东西满编哦，剩下东西满编。哇，好卡哦！救援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倒一个。白色衣服快要凉了。倒一个。还在你们下，你们下，我去算。下。解完了。哇！秋名山老西西。标记了击败敌人的箱子。小心哦，那个波上面是有人的，波上看见没有，这有好的三头三甲，看到了，我的头甲都没烂。表模型我们要收了，走吧。还要捡油吗？没有油啊。哇！有就捡啊，有就捡。我捡了。哦，在对面山上。啊。在那里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刚那里停了两辆。他动车跑了，后面有人，小心屁股，标记了一处地点，倒了，屁股倒了，救援，给我自己封个烟。来人了，后面你们头上两箱，他大闪可以直接送，那是可以吧，那里还有一个，就在那个我刚，哇去，哇大局，就在对面那个山头，这里有三级头，等一下可以捡。59秒，我们准备要走。我们对面还有人吗？有，那个大徐还在。哦，那我们走。表妹把车移一下。来车了。你这个车还来车了。走吧，我们的车来了。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可以的，这个地方，我这里。小心左边有人会摸上来的，我感觉那个车在下面了，我也来这里，哦，那个车在这里了，标记了一处地点，他们在那里打起来了，哇，看到了，先去看一下，
屁股屁股。哇塞，然后呢？哎，屁股屁股屁股。去那里倒了没有？倒两个。倒两个。我们被夹了，我们被夹了，前后都有人。我去，后面的打我，那边倒两个。走完，走完，走完。哎，这里死完了，表妹快下去站那个爆台。下面对那个大狙，下面有一个小炮台。把你快别在那里对，不要在那里对先，赶紧过来。把他们歇歇了，表妹，把他们歇下了，把他们歇下掉。倒了吧，被我虚倒一个。那里还有辆车。还剩三个，我们要过去。表哥，你还有五六个子弹吗？我没有，我是十六二。要封烟过了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这个左边这个爆炸的车后面。Find home。两个都在这，两个都在这。哎，烧死一个，就剩一个了。嘣。
你们有我屌吗？觉得主播打得不错，看得过瘾，看得刺激，没点关注订阅的小伙伴们可以把右上方关注订阅点一点，点关注不迷路，主播带你上高速。咱们微信电竞观看直播小伙伴们也可以点不关注啊，有条件的话咱们可以送出一张办卡获取主播粉丝呢，加入咱们的粉丝团，兄弟们借陈词浪掉的办卡，能吃四，能吃鸡，能扒虾，三个左边。咱们还差那么十几个关注，我们就23000关注了，兄弟们。还跟他们玩吗，兄弟们？还跟这两个妹妹玩吗？还是换一对、啊。看人呢？看人呢？换一对吧。你还在吗？点魔你们，点魔你们打吧，我不打了，加个好友，下期玩。好，拜拜。好的，好的，拜拜。拜拜。换一对，换一对。么西么西，旺仔牛奶，干嘛？有有。让我来抽一个幸运儿，变成疯子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。饿了就来根士力架。Hello，Hello。干什么？饿了就来一根士力架。为什么你？为什么你这个头顶还有两个五角星呀、啊？我带的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他的胸也有两个五角星。房间不一样。你要是牙疼，明天我给你找个人把你牙敲了，行不行？啊？啊？啊？谁啊？他，他搞的更。跟奶弟，这他妈叫我哼歌。文盲。傻逼呢吗？这不是、啊。傻逼呢吗？这不是、啊。傻逼。奶逼。奶逼。你爷逼。跳哪里、啊？都可以。朋友圈有个人发了个截图跟图啊，对方说网站发来，然后这个男的把网站发给他了，那个人问你撸不，那个人发删了，他说不用啊，你说啥意思，那男的说你撸干嘛，吃饭啊，有一对，有两对，两对，两对，看到了，
我吃樱桃汁。有人，我有石膏，我害怕。一号我们都没在你身上。我有 A A。别说话了。他说他有 A A， 还有 A A。再说话，打打蛋。倒三个，洗完一队，牛牛牛牛，还有两，在我这边，那边牛，我这里有 MC， 标记了击败敌人的箱子，我这边有人，我这边两个，你是几号啊？一条街，他是二号。牛啊，刘彤，你怎么站起来了？我去打人。因为爱，所以爱。这跟爱有什么关系啊？爱情给你力量啊！有人开车。别人都跑了。不要炸了吧！大伤大伤大伤！美人，大伤，美人怎么来了？我可以秀表妹，秀秀本王，秀秀本王！操你妈！倒了，拉他！我要一个药包，有没有洗袖标？什么？洗袖标？什么？要要要！急袖标是什么？要包啊！别脚步，脚步。人机给我。一楼。隔壁楼还有两个，前方有危险。M 四水妖，我这人。别说话，哎呀！这，这个小房间，这个小房间，哎呦我操！前方有危险。我送了，我送了。倒了。还有一个。挤完了，挤完了。起完了，起完了。你看你那个逼嘴，他妈的给奶奶，你他妈的打架，老是搁那说，都他妈打架呢，还搁那说，笑死我了。你要学学我，被他喊烂啦。丢，那个屌毛躲在那个小房间，两个人，我以为就一个呢。两个人。我都说了，这里有个三倍，表妹三倍。我这里有物资。小郭，干什么？小郭好厉害。没有，主要是刚刚三号糊的卡。没有三号，我都成格子了都。对，我就喜欢小郭，我有 A 黑。我有。我有 A 黑。你听懂他说什么了吗？你知道？对。刚刚他说什么？你听懂了没有？我有 A 黑。我有 A 黑。刚刚他说什么？不懂。刚刚他说什么？你听懂了没有？啊？刘彤，刘彤，他说我，他说我糊得好，他说我糊得好，糊得好，糊得好。手吧，出瓜吧，这里没路基了都。没路基了。OK， 我们去选功德，功德里面有三头三角哦。里面有三头三角。表哥，可以让给我吗？好的哇。表哥，你要不要三头三角让给我吗？嘿嘿嘿。
表哥，我给你 A 黑，你可以把三头三甲让给我吗？我有 A 黑。A 黑。A 黑那我给你 MC 啊。我有 MC。那我给你 MC。表哥，你这个黄鸡车，你这个黄鸡车，黄鸡车好帅。表哥，不要吹啦，不要吹啦，人家下来了啦。来，给你个三点的。走啦，旺仔小馒头。好的呢，笑你妈呢，小馒头。我可是大馒头。妈的，我找老子要看怎么回事。我想要一把 MC 呀，表哥。刚刚那个车库那不是有一个吗？我没看到啊。出圈了。表哥。表哥，去了。啊？表哥啦。啊？表哥，可毒，可毒。不是你们三个人，可毒了，表哥。一人一嘴，我都不知道到底盯谁的吧。出圈了。啊。没事，下城区有人，下城区有人。你不用盯谁啦，你就只用听到我们在讲出圈啦。我们去下城区，下城区有人。哪里啊？下学期。表哥，等下给你联系，给我表哥下我。说话，我的妈的，顶不住了，我要。表哥，等一下有 MC 给我标下我。托城有一对渣男被炸倒了两个吧？托城。托城，走吧。掉声了，我的声掉了。哎呀，真的有人。你的声掉了。干嘛？哎，别谢啊！海边。他有膝盖，他有膝盖。转呀！哎呀，我操！他们那个掉下来。好饿呀，我胃疼。你吃饭。这边有人。前方有危险。马路上不知道是不是人。你不会这个看到摩托车吧？摩托车啊，有人！别补！等到队友来葫芦娃秀爷爷。葫芦娃秀爷爷。感觉你说话，我本来不想笑的，但是我真的忍不住，可能要嘲笑大哥。表哥，他说要等他葫芦娃秀爷爷。队友不知道在什么地方。他说话呀。刘彤，你站那里会被后面打的，傻逼。你不说。砰！哎，等会儿，唱大悲咒。Hello Hello。南无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这里，上车，走，上车。你们走，要走一起走 ，Come on， 走啊，阿康，前方有危险，打这个吧，要不，别跑，屌毛，老瓜，别说话，他跳了，他在我这里，跳了，他跳了。屌毛，你别跑！在我射，我射两个人。等一下，没跟上。等一下。来了，你上啊！哎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还有一个。秀秀本王，本王要洗了。拉。
那我卡了。哎，刘彤，哦，我拉的是刘彤是吗？我卡了，秀秀本小郭，对不起。小郭退了。妈了个巴子的，为什么就补我啊？妈了个巴子，我旁边有个妹妹，你不补妹妹，你补我干什么？真服了，屌吗？这是海岛山谷 ，Hello 有卖吗？现在百分之百炸了。有有有，海岛结束有能够一波兵。你大爷的！我的三个好妹妹呀，我的三个好妹妹呀，你们没了。就刚刚刚那个人，刚刚那个人不是我，是我妹妹。她只是我的妹妹，好吧？很。你有几个妹妹呀？能说话吗？嗯，抱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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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妹妹，妹妹，怎么他喵的这里招募就那几个人啊？没有新的吗？这他喵的大厅里面妹妹这么少啊？叫啥？我他妈早就举报他。他那个名字叫什么什么什么傻什么东西啊？我觉得王者里面才有这种人存在，怎么吃鸡里面还有这种人存在？看见你了。气死我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对这种人骂完就跑，那能有什么办法呀？再找个人。哎，小哥，你那边有没有好友啊？我没有。你不会骂人吗？我不骂人的。讲述骂人，讲数字的人怎么可能骂人呢？他他妈气死我了！大晚上玩个游戏，他妈还被人气，操！有没？我他妈祝他今年一年都发不了财，穷逼！让他穷一辈子吧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，加油，特种兵！丑人多作怪，知道吧？肯定很丑了他。笑死了！他不仅丑，他还是个屌丝，穷屌丝的那一种。不是他莫名其妙的为什么要骂你啊？我不知道，我说我要去跟你去蒸桑拿。呀，烦死了！这两个人搁这打架。哎呀，吃饱了。这两人故意的，我严重怀疑他们俩是故意的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，请准备。把那个人名字给截下来，然后举报他，骂人。把他发抖音上面，让他火。说的好像你有多少粉丝一样。这个妹妹她不会是没有粉丝，被看到了，被官方看到了也会那个的。什么素质？
跳哪里啊？啊？看一下，跳哪儿啊？跳人少的地方。那跳色吧。拿车，然后我们随便溜达。我们前期狗一点，后期我们可以刚一点，可以吧？都得，都得。有人吗？搞得我都没心情玩了。你挂机，我背着你走。哦，我看抖音上，我看抖音上不是人倒了可以扛着走的吗？我不知道啊。国际服吧，那是。应该是。不懂呀。他为什么还没出呀？他出的话你那个啥，我可以扛着你，我把你炸掉，然后我扛着你走。那我他妈血掉了，我不照样死啊？啊不，你等你快掉的时候，我再叫你，对不对？对你好不好？小妹妹，你坐床头，没有哥哥我安详哟。这个三号他身上有个四倍镜，我看见了。你看见了又怎么样？四倍他妈，四倍当好宝贝了都。对呀、啊，四倍你都能当宝贝呀、啊，你的要求也太低了吧。我要求一直都很低，我感觉四倍就很好。要不，我替你用。老表是不是广西的？广西，听他说话口音反正挺重的。我这里有物资。偷了他妈四五个房子，都就一把手枪。哇，你好可怜，这边有那个枪。拿给你，我这里有物资。可以了，我才不要呢。看不起我？等一下，我们要不要去牛港？牛港啊？牛港是什么东西啊？去了解一下快递啊。哦，临港，他说的是南标啊，牛港、啊、是不是牛港。我标点那里、啊、咱把这边搜了吧。有步枪给我标个点啊。小妹妹小妹妹，请你不要哭泣。小妹妹小妹妹，请你不要哭泣。哦哦，不要哭泣。这边谁搜了吗？搜了，走吧。三号搜了吗？我搜了啊。啊？哇，你这么富的吗？你那个都不要？怎么？大包饮料你都不要？我没搜，你那边我没搜，我搜的是我这里。就是。那我这里谁搜了？好像是我搜的，但好像。我没看到的大包啊！就这么开心啊？就一个大包？不是我，他说好像是他收的，又好像没看到大包。
泰克西过来歇一歇。你在做梦，自己跑。跟在我后面跑。泰克西快过来，泰克西。去牛岗了解一下，了解一下怪地吧。你们干嘛去了？哎，我刚刚看你们还在村头，怎么都村尾了？瞬间，在村头村尾。开那个三轮蹦蹦呢、啊？没，妈没人带我，操！我自己一个人跑着呢。我才看鸟，它好黑呀、啊。我这个叫做健美人健康小麦肤色，懂不懂？去牛肝，你要去哪里啊？跟真的一样。我们，那你把我放在右边，右边有车，把我放右边去。不行，我们要一起。那就去牛肝啊。你看我什么枪？去牛岗，去牛岗，去牛岗！你把别人杀了，不就有物资了？我打不过人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最起码你给我配的高一点，对不对？